躺着、趴着、坐着，小熊维尼和跳跳虎就这样被放在推车上，还有的被塞在推车底盘。这是最近美式卖场超夯的大玩偶，很多粉丝都慕名而来。经过货架的民众都会停下来驻足，摸摸抱抱这巨大版的维尼和跳跳虎，一开卖就引发抢购。上午看明明还有十几只左右，到了下午卖光光，现在双北卖场已经被扫购一空。很可爱，然后买回去给小孩。对对，可是后来又想说清洁就是一个问题，实用性没有很大，因为我是实用主义者。不会耶，可能要超大那种，或是比较。就是因为我对这个我就还好，我比较喜欢超大的玩偶。有民众嫌不够大，因为过去美式卖场就曾推出过巨大版的泰迪熊，比一个成人还要高，还有213公分的 LED 大熊装饰灯，以及457公分的 LED 椰蛋树都引发热议，还有这个。就连复活节岛的摩艾石像，美式卖场也在2014年推出过，造成抢购。更有设计公司的执行长一口气花了13万买下了41尊，这些浮夸经典款变成了抢购指标。三立新闻郭炫群，请报道。